哎呀，这会儿空气太好了。好的。你看，小普哥给了我两只，这个叫啥？富贵竹是吧？富贵竹。啊。是。好，你看搞个瓶子给它插一下。这玩意儿好养是吧？只要放水就可以。有水就。你看这些车友们会生活吧？哎，先放这儿。先放这儿，我先剪个片儿，剪个片儿。会生活的人，你看这两口子，这个桌子也摆上了，喝茶了。嗯，不错。那个等会儿自己弄。啊。啊。啥？这个。我自己弄。嗯。这点事儿就不麻烦你了。等会儿我还有水，你站着。啊。嗯。还没有。看着看看一下。哎呀。啊，开始整晚上菜了，你来定吧。那就买烤鸡呗。烤鸡已经割好了。啊，其他的已经割好了。小普哥，来不来烤羊排？今晚是不是整二两的？我们这些人，哎，昨天晚上是准备吃散伙饭的，完了，今天吃的是转移阵地饭。哎。啊，对，散伙饭吃的挺嗨，今天又吃开始饭。哎，那就来，要不来点烤羊排尝尝吧。对对，比较那个点。哎，这些人太搞笑了。上船啦，上船就完成任务啦。今天的作业就交完啦。昨天都旷课了，昨天没交作业。车里有点绿色是好看哈。哦，这就闭起来，不错。来，小普哥，喷点水。对，喷水的，还不错哈，把那灰喷一喷。嗯。你刚才又洗车了？没有。啊，加水了。啊。咋的？上海人说晚上喝红酒啊？他说喝红酒。哈哈哈。上海人晚上还是交给你啊。继续劝。哎呀，不错，瞬间就有生机了，瞬间就有生机了。哎呀，哈，好看好看。啊，今天剪片晚了，下午才剪，这上传当中，天哪，我等不了了，大家都等我喝酒呢。这个22年的剩一点，一会儿再拿一点。哎呀，这个分酒器也自带。快点，有一只剩一点，然后这个是整只的，我锁门。哟，小酒杯，小酒杯掉地上。你要不要五个？你的带了吗？分酒器啊啊啊！带了。小一点吗？我这个苗条一点，他那个大肚子，分量差不多，都是二两，都是二两。哎，室外也可以啊，对，室外舒服呀。对呀、啊，那边我问，像刚才我们看的那个，你看那边都可以的吧？在这里的，这地方选的真不错。嗯、啊，这里，这个桌挺不错啊。啊，哎呀，这个长条桌挺好，在这儿啊。不知道，哎，那凉亭里不行吗？啊，对，啊，凉亭最好。对呀、啊。刚才我们哎，这里好，这里好。啊。哎呀，还有健身器材呢，这里。不错。没问题，就这里。哎呀，这小杨哥走的有点快了。对啊，我刚才还说跟。是啊。刚刚先说了。嗯。走的有点快，这。这再来，就俩小时车程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再来待两天多好。嗯，好像一个太浓了，好像有点感觉要掉了。有一个是少的，先倒上来。你的那个这咋整？这哥俩咋整？阿翔这群人。嗯，哇，他们在练狗了。啊，他们也有狗啊。在吃饭。他们啥狗？我看看。二哈，二哈，二哈，嗨，二货，
他们脱挂吗？那个还已经14岁了。14岁了。啊，对了，已经100多岁了。呀，按照人的说法，100多岁。那要。嗯，今天在哪学？在这待2天，完了去北海。对，你们都待2天，我们海南说不定回来了，一起去北海了。海南我是考虑这样的哈，我都想把拖挂放在这儿。啊，对的，就像那个四川的也是，是不是？是吧？我把拖挂甩在这比较科学哈。对，是。那亲，万一我前车也能住，完了找个地方冲个凉就行了呗。冲凉是那个我们车上可以冲的。啊，他们上你家冲凉，那肯定我干不了这事儿。哎，你说那有个兄弟，他也是把拖挂甩在这儿了。就那边一个四川的那个。啊，他把拖挂放了一个月，他烧到了。这里放了一个月。啊，他就开前车去的海南。啊，对对对。算了10块钱。啊，这个科学。10块钱。瓜也的啊，有啊，对，太好了。咸鱼、茄子包、青菜，就菜心这个是。那个叫什么？菜心，不错不错，菜量也够大的。你住岛中？不用，那个小普哥，小普哥和小顾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里没有了吧？没了那个，嗯。好，我查一下。好，哎呀，可以，看这大桌子可好。这个是你的？对。我不坐上边，小虎哥坐上边。那咱们就这样嘛。那小顾，你坐这。这个领导坐，我不大。这什么领导？这是买单的。什么领导？这是买单，买完单 A A 啊。哦 ，A 还是按人头 A 啊。还是按人头 A。哎，你的红酒还没打开啊？开了，那整啊。那整啊。再整点呗，成就2021年的流行语。再整点呗。来吧来吧，来，我忍不住了，这酒太香了。来，哎呀，这又喝上了啊！又喝上了我们。爽，太欢乐了。嗯，好。小虎哥，以后看到剩菜没有，换的菜心啊，真的好，是吧？不是你跟他喝酒，就找他不擅长的，就是地方接待我们。厅里来的人，白酒人也喝得惯，洋酒喝得惯，啤酒也行，红酒更没问题，喝药酒，喝药酒，吧唧酒，吧唧知道吧？全给我们放倒。那以后碰到北方人就对你接待他，就找他不擅长的酒。一喝一个准儿。这是羊排是吧？嗯，那啥丝瓜。哦哟，太好了。我不吃。啊，你俩尝尝他这南方的米饭好吃。嗯，你别说，他这农庄菜做的真好。那就多住2天。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豆角鱼头。这个好，爽啊。菜齐了吧？齐了，这回应该是齐了。就是每个人点一个，再多点一个蔬菜。豆角鱼头，豆角鱼头是我点的。好，对。我觉得今天其实可以整半斤。哎，那天蒲总不是说，喝酒的人说话都不算数。是你要想喝酒，你找借口，找任何借口都有，理由对吧？因为我一个人喝，不可能整菜。嗯，随便弄点花生、腰果，哎，其实我整点花生米也能喝点。睡觉了，他一个人在下面看书。我一般9点以后才喝酒。他喝酒是。人家一个月现在还坚持看几本书呢？你一个月现在能看几本书？很多，我除了喝茶就是看书。你看，这个休从2007年休息到现在要10几年了吧？家里书都堆不下了。你都看什么书类型？金融，什么东西都喜欢看，只要喜欢看。不行，不，那不行，就再整2两，再整2两。哎，一想起说上西雅图再喝点2两，我就兴奋了。哎，小虎哥，这很容易实现的。好，那我茅台还好。喝酒的人说话不算数吧？又来2两。好的，聊了好多灵感，聊了好多灵感。哎呀，把我的分酒器拿走。肉片给狗吃。哎，对，你把这俩打包都给柴柴。那这个还可以吃，你可以带回去的。那这个羊排你带回去吗？羊排你可以带。我不带了，我不带了。明天还有别的好吃的。对，我把肉片带回去。我等着学生腌虾、生腌蟹呢。没有，拿个牌子，明天。晚安。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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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喝了四两还好，就也还是很正常的状态。然后朋友们今天晚上就晚安了，拜拜。